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换另外一种口味，另外一种风格。那这位表演者，他是来自于这个传承杯艺术节金奖获得者的一位歌手，一位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叫王沁沁，他给大家带来歌曲《When You Believe》。这首歌呢，在新年这个时候演唱是非常的有意义，这象征着我们在新的一年会更加顺利，更加不畏困难。我们相信，相信，相信的力量，一切恐惧都会过去，我们都可以战胜，好不好？有请我们的歌者沁沁，在哪里？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t I'd say.